试，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女人是一头红牛，过来给我整理衣服。我与牛的爱情故事。韩国团队嘛，然后就是语言不是很通，所以心理上面没有很大的自信。长在大理石上的玫瑰花，只有在我们这个 MV 里才能看见。我们 MV 经常用，就是草人，草人怀念。我们第一次拍乌大的时候，就是啊什么想象爱人狗带了那样，跳辫子了那样。我就感觉我自己一个人演，很尴尬。谈婚论嫁的事情啊，在这方面我是很传统的。对，因为之前去荷兰了嘛，你别偷偷拉我小手。不，偷偷拉我小手。
随便 solo 吧 freestyle 自信嘛，这个舞最重要。射色色素射啊，被口腔里传染了。射色素之后，我的伤口每次愈合之后，我的疤痕都会变成黑的。